常接下来观众朋友，今天终于跟老爹为大家试驾，就是最新发表的鼻屎 GLB。对，它是这个全车系里面呢体积最小，但是有5+2功能的一部运动休旅。对，所以空间感我们等一下好好来感受一下。同时，它这次有180，有200，有200D，也有更性能版的35，对不对？汽油、柴油都有。对，那我们今天感受一下柴油版本。是，没错，200D，走。好，今天我们出发的地点呢，其实比较特别，你知道，就在 TVBS 这栋建筑物的周边这里，你可以看到，其实要出去的这个巷子呢，是蛮考验的。对，角度要注意，障碍物要注意，边边角角要注意。现在旁边还停这么多车，对，行程重重的障碍。但老爹，你看到它的这个视角上，然后你看，你看。怎么办？我一次就过了，好讨厌哦！再一次，你技术太好。对，对，没办法。很好，可是表示这台车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因为这个空间感会让你觉得它是一台很大的车。是，但其实它的车身尺码在应付这种都会区里面的刚刚巷弄或什么刚刚好，对不对？对，因为这个级距来讲呢，大概4.6米多，4.7米以内，然后呢空间够，然后呢停车呢又不会太大。好，所以对男生女生，等一下终于如果有机会试驾一下，我相信你会觉得就是大小刚刚好。GLB 这次非常特别的是，它有5+2的选项。没错。那你要想说，如果我家庭里面我真的今天要满载到7个人，是，我重量其实增加很多。对。那我要更够力一点哦。是，30几公斤的扭力呢，差不多约莫是3000cc 的自然引擎，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动力表现。但现在没有，你看2000就给你了，2000cc 的 turbo 就给你了，所以我真的觉得你去看一看，你真的不会觉得不够用。老爹，我们等一下可以稍微有机会稍微提速看看。提速啊？对。换挡拨片你还是加减可以用一下啊，但我就说你看哦，我现在一本是重踩，它转速拉高啊，但是它的换挡你也不会觉得说好像啊这个 KK 卡卡不顺，其实不会，它就很顺。其实现在双离合已经进步到非常就是开起来比较成熟了，对，就是它就跟自排一样的顺畅，然后再加速，但我觉得就轻快啊，其实油门踩它就够了。其实非常够用啊，虽然说它的车重来到1500多，满载可能1600、1700，可能超过哈，但是不会，我觉得其实就很轻快。来，要不要换你试驾一下？好，终于换你试驾看。女生如果开这部车，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会不会？挺不错的。首先，老爹，你刚刚讲到的驾驶视野很好，是，我真的要给他称赞一下。对，没错。真的宽阔，很宽阔，对，然后没有什么压力感，是，然后导航一下，你看很清楚吗？图纸，它有语音啊，它有。嘿，宾士，是的，请说。我很热。好，驾驶座温度调到20度。好聪明哦。自动帮你调温度。好了，因为驾驶啊，就是你知道，认真开车。对，我不想要。虽然它触控很方便，是透过这个旋钮很方便，透过手写板很方便，但我总觉得出一张嘴更好。当然更方便啊。